大家好，我是甄士军。2020年，一部抗战电影《八佰》在全国内引发巨大反响。影片中以谢晋元为首的400国军坚守四行仓库，虽然整个上海都已沦陷，四面被日军全面包围，但他们丝毫不惧，仍然以顽强斗志抵抗着日军，让日军损失惨重，最终接到上面命令不得不撤退的故事。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具有历史真实性的，但其实也被阉割过。比如，为什么会有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呢？这支部队撤出四行仓库后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？本期视频，甄士军就和大家聊一聊历史上的真实800壮士。看过电影的朋友大概都能知道800为什么叫800，因为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400号人。为了迷惑日军，所以对外宣称800人。1937年8月，淞沪会战爆发，当时日本人喊出的口号是3天占领上海，3个月灭亡中国。为此，日军一共在上海投入了15个最精锐的师团，出动了一半以上的海军。老蒋这边也投入了自己的血本，前后80万最精锐的中国军队开赴上海，对阵30万日军。从8月到11月，一共打了3个月。但其实到第2个月的时候，老蒋就已经顶不住了，10月底便开始全军撤退。这个时候，第88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，全师留下死守上海。因为第88师是老蒋的嫡系王牌师，注意，他可不是只有一顶德武钢盔的伪德械师，而是正儿八经的全德械装备师。蒋介石是希望借此让全国各地的军阀看到中央军誓死抗日的决心，也让全世界看到在上海中国军队还在抵抗日本人，以此获得国际上的支持。但这个命令被师长孙元良拒绝，因为这纯粹是送死，死的没有任何意义。在双方一番讨价还价中，决定留下一个营，这才有了谢晋元率领524团一营400人进驻四行仓库，就有了我们所知道的800。到了守卫四行仓库战斗，电影里基本上展现的就半差不差了。可这里还是要着重提一下2个人，第一就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。在战斗打响后，围观在河对岸的上海市民担心留守仓库的中国士兵缺少食品和药物，就满上海的进行宣传，组织募捐。第一天就通过租界送进去了2万张大饼和蔬果药品。这其中贡献最多的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横社杜月笙。第二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，一个22岁的女孩叫杨惠民。当时她看到四行仓库的3面都飘扬着日本高腰旗，南面是英国的米字旗，她希望能做点什么。趁着夜色，她冒着生命危险送进去了一样东西。所以在10月28日的凌晨，四行仓库的楼顶居然升起了一面国旗，这让河对岸的上海市民瞬间沸腾了，齐声的高喊中华民族万岁。这2个人在电影中都有简单的描述，而之所以我要单说这2个人，便是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分别代表的是社会2个不同阶级表现的最正面的例子。但四行仓库在进行到第4天便接到了撤退的命令，原因便是日军被激怒，使用各种火力和攻击手段，甚至用上了毒气弹。列强在上海的租界怕殃及池鱼，坚持要求撤出谢晋元的部队，于是坚守4天的800壮士在安排好阻击掩护后，撤进了英租界。据账号统计，此战一共消灭日军200人，摧毁日军坦克2辆，谢晋元这边仅牺牲9人，伤28人。那撤进英租界的300多人，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都看过电影《八佰》，知道800壮士的英勇事迹，那800壮士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在接到撤退命令，谢晋元带领的400国军撤进英租界后，部队就被缴了械。按照先前的约定，谢晋元的部队应该是通过租界后与沪西的国军会合，然后继续投入到抗日战场中。但这仅仅是理想中的约定，实际上谢晋元进入租界后吃了亏的日本人心有不甘，就给租界发出威胁，如果敢让谢晋元的部队离开，他们就立刻进入租界搜捕追击。面对日本的压力，也迫于租界内中国民众的压力，他们没有把谢晋元交给日本人，但也没有让他们离开，而是将他们放在了租界内一块15亩的地方给软禁了起来，而这一软禁就是4年之久。在此之间，由于是军人身份，虽然被缴械，但还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。上海市民每天都会来到这片孤军的营地，女人就带点好吃的，男人就带几包香烟，告诉他们外面的新闻和战事进展情况。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来看望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些人就是抗日救国的英雄。直到了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正式对欧美列强宣战，于是上海的各租界便被日军强行接管，租界里的谢晋元孤军被全部拘禁。 然后发配到各地做劳工苦役，更有一个排的战士被发配到了遥远的新几内亚，大多都遭到了日军的虐待惨死，也有的病死、累死。而团长谢晋元在1941年4月软禁期间，汪精卫伪政府收买了4个谢晋元的士兵，在24日凌晨出早操的时候被刺杀，重伤后不久便牺牲了，年仅37岁。 这个曾经振奋国人、威震敌胆的谢晋元和800壮士，最终只落得这样一个结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原800壮士的400人活着的只有60-70个。谢晋元的遗孀不忍烈士下场如此，写信给上海市市长陈毅，陈毅非常重视，妥善安排好了烈士和烈士遗孀。到了文革结束，谢晋元的墓才被移进上海万国公墓。这就是800壮士的结局。 我知道每个人都喜欢看热血沸腾、英勇无畏的抗日场面，但历史的真相总是这样冷酷无情。正如电影里的结局一样，我们总幻想着英雄们能有一个圆满的终场，至少有一个悲壮的结局，但最后依然让我们无言以对。虽然历史冷酷无情，可我们该记住的还是会被记住。正是历史，才能让我们更加的通透自知。 好了，我是真实君，只讲真实的历史。如果你看完有所得，不妨点赞、关注、加个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